Boa, velho, boa, velho. Tudo é bom. Não tem nenhum.等一下，哎。我咋这穷了？啥意思啊？人非圣众，我操！解锁卡片我都没有解锁，目标没有嫦娥，到时候咋整？到27号都可以。晚上好啊！来来来来来，水友赛怼起来！先看看有没有啊？来，掉了五颗星，来先陪你们玩一玩啊！先陪你们玩一玩，来球。你在这把又赢了。玩木兰，我不配做你的水友，为啥？你怕我锤爆你狗头啊？啥意思啊？他这说着法师来纳兰，直接就抢了。下去送的圣诞树。不是这个人想啥呢？现在三女送的许愿币。你不照顾微信区的，微信区。马友号啊！四大接口刚上号就没了。要个号啊！我们两个搞啊！我15。我打水右塞，我在。打你个扁担！还有六大接口。好的，你先去吧。哎，进个啥呢？对啊，他在送人头。玩啥呢？玩啥呢？打野不？随便啊。我是手机主播。喂，他们要打情侣，行啊，你下不来啊，打我是吧？是这样子吗？手机主播啊 ，nice 啊，老铁，国服。你用安卓手机是吧？嗯，那就不用想。玩韩信吧。来看你吹牛了。现在11:30就不能上游戏，为啥？更新呀。我不要。哒哒哒哒。我靠！哎，我们把这酸奶给喝了吧？我们那酸奶呢？没死过吧？这个后羿敢这样冒险？就在这里面。我就丢了，他可能回城了。哎。他应该是。是不是我们都没带回来？哎，先喝酸奶。11点吗？现在一拳超人送的跑车，哼哼，连拉他都没有，跑车就直接怼起来。我充电器了。你在直播没有？在直播。你行。我靠，啥意思啊？到底他妈的这大乔抢我两个来，回去直播再露脸吧，可以吧？现在手机帮我露脸，
简直玩不下去了，这法师。法师来拉蓝，因为你是我，一般我队友都那么跟我说话。我操！我队友也给我说法师来拿蓝，结果拿着拿着给抢了。边路来拿红。这谁蓝斗鸡啊？啊？你在冲吗？没冲啊。是我的。你有球啊！我感觉我自己。现在点背不能预设会送的泡泡。赢了。教育一下你旁边的，不要说脏话。听到没有？不要说脏话。没露脸直播。心里没点数啦。没这样子，我用了手机。都几天没玩游戏了。手都伸了。哎，没有人陪我玩游戏啊，真孤单。单排 OK。单边。没有摄像头。咋又有人要开门啊？哎，进来了是吧？知道啊。别，我们都不说了。啥？我说他名字干啥去了？好。十个还有九个坑，还有一个巨坑。怎么可能啊！我让你看一下我的韩信，好吧？曹志顺直播了，曹志顺在直播了。我靠！哪里能按？有一个地方能按，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也有了，就直接从房间里面就按了。对啊。躺啥躺啊？看弹幕不要我不是、啊、我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我不肯。对，就在那个101了。他直接从那个房间里面就把我们按。我的项目我这儿。这里没有摄像头。全中了，全中了，啥全中了？你可能看错了。我在吃酸奶，真得劲。这云凡带上了呗。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一拳超人送的跑车，送了两个跑车，谢谢。送的烟尼摩姐，开跑车了，今天真爽，这么多跑车过来接我。感觉要输啊！就这阵容，感觉我们要输啊！谢谢成功的天意魔姐，谢谢，谢谢你。娱乐为主，直播嘛，娱乐效果最重要，懂啥呀？对，直播嘛，就是要让粉丝屠杀我，直播嘛，对吧？这酸奶好酸啊，是。啊，对面吃的好多。现在水果送来牛，可可大爷，他还屠杀我了。FMVP 九成，哎。直接就掉了。有人能放歌吗？没有。没玩过啊。我没说屠杀粉丝，我说让粉丝屠杀我。谢谢服务护航送的坚毅魔剑，我给他来个大招。谢谢陆毅送的曲江水晶实战机，谢谢。我靠，你踢啊！你们不商量啊？我靠，对面玩伽罗。商量啥呀？商量。直播中。OK。Okay, 明天有事吗？对吧？该玩就玩，我没事通知你。感觉苹果手机有点用不习惯啊。对啊，我都不用苹果手机，最主要是我没有 Mac。六六六，你这么有钱的人，你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六六大叔，我们俱乐部你咋不开灯呢，兄弟们？开灯。开啊，好黑。谢谢走位啊，小老弟送的荧光棒。你们真的是咋回事啊？别打我都。几位电啊？别节约电，多开一点电，眼睛都要瞎了，看不清。对呀，你知道眼睛瞎了。我真对手。欢迎对霸进入了房间。
我对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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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省电肯定不省电啊，有电就用。我去，被他打了这么多下。我靠，我都忘记开高清了。我看一下啊。该你们嗨皮就嗨皮。现在对吧送的许愿币，哎，量多了。打我了，我靠！还好我在走位。算了，不去搞了。哎呀，别摸，刷刷经济。我靠，好卡啊！赶快再开一个链子。干他！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噔，买攻击刀吧。来干，来干。小猪，当对霸的舔狗，不舔不舔对霸没法混啊，混不下去了，是不？不知道，哎，我就上了高一点，还没下了高。这苗子要凉了，让我多刷会钱。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溜啊，咋这都能飞起来？啊，就旁边了。哦，洋球。被制裁了，他竟然飞起来了，两球。我越砍两球喽。消失那么久，刚刚有事呢。我靠！别吃我！我去，全是肉，全是人头，全是人头。这他妈的全是人头！我去，真爽啊！错了，输了。居然没把这虞姬给杀了，我去！没抢到蓝。谢谢一圈超人送的跑车，谢谢，送了三个跑车了。笑死了！俊俊家暴，我没有。别，兄弟！哇！好突出，声音好大。哎，为什么你直播还有声音啊？为啥我直播没有声音啊？因为我长得帅呀。愁死了你，心里没点数吗？谁帅你心里没点数吗？兄弟跟我两个。DJ 喜羊羊，我生日。我游戏声音没有啊，我听不见游戏声音啊。咋又没蓝了？别他妈打我！没蓝玩不下去了是不？是不是哦？又想动我，你看这个兄弟。哎呀，爹妈不！是你动我是吧？还是蹲个锤子？鱼啊，你倒是帮我解控啊！我的哥，真爽啊！为啥我就没有人头呢？细一点呀，这个项羽。晚上好啊。推中塔。这项羽会勾引呀，简直就是 nice。这比龙之标还厉害。看我怎么杀可可。哎，毛拉多了我，快点。兄弟，冷静。死也要杀了你，哈哈。蓝那个，你有欺负可可没有？马有，我马有欺负他。哦，两球。
难受时候，我们在一组队。这兰陵王真恶心啊！跟我。不行，这个兄弟，忍不了你了。刚不是有人说游戏声音小吗？我靠！有毛病吧？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靠！凉了，凉了。等我发育一下。这哪样送的按钮？不是你看到没？他们这个猴子跟这个船看到了，两个人都谁都不管。他家蓝应该快船。我靠！啥意思啊？真好真，没死过吧？又来了，就我这伤害，简直都不想说话。兄弟，谢谢天空睡不着送的小星星。兄弟，这李白估计又在我这边。这项羽几个意思啊？把我兵线给断了。谢谢送的跑车。好烦啊，这李白。又怼了一个跑车。今天咋这么多跑车啊？谁？你们要把我接走吗？应该有点累了。谢谢天空睡不着送的七彩包包。他还累，我还没说我累呢。服了。出暴力一点。他早睡啊，他不想熬夜。咋回事啊？在这儿投降啊？差点死球了！我操，咋回事啊？我操，老哥，他妈的，玩不了了，玩不了了，这游戏，越杀杀我！好害哦！谢谢一拳超人送的跑车，这跑车怼的有点多啊！我零杠四啊！吸个血让我。那猴子刚刚给我来个大，再喊青牛两球。我们都是一个大宿舍的，就一间房间，然后上下铺的那种，没有一起睡。出肉一点是吧？凯哥，你是不是骂有死过嘞？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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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这是土粉吗？你看他们都把我杀了，是不？可可真暴躁。为什么可可还要出这种大野刀啊？现在都出攻击大野刀呢。别装了，我装啥啦？性感俊俊在线宠粉。我那上下铺都是空的，有点卡。性感俊俊在线宠，在线宠你们。哦，猴子哥来了。哎，还有点卡哎。就是你，就是你，兄弟蹲我。两球。我靠，这怎么没回去啊？哇，好多人啊！
哇，跑得真快哦！就我这手速，简直就是不要太快。被他一个大，简直就是不要太快啊！被他一个大轰死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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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这伤害，你们看得懂吗？动作啦！死了。家里什么呀？家里当兵都比较方便。看不懂，女装安排一下。哦，女装。待朕考虑考虑两下。哇、哦，这伤害，这个梦奇、哦、这有点凶啊！不愧是我教的，这梦奇不愧是我徒弟。这个梦奇不愧是我徒弟，哎，教了一手好徒弟。别抢，兄弟，谢谢天空睡不着。送的跑车，哎，跑车有点多啊！你们要真的抢我走吗？哎，他们那几个在上面是不是？应该是了吧？哪里的？你把那个赢的也弄一下。啊？嗯哼。两球，带我吸个血。跟你聊天去了，啥东西？你说。李宁的。李宁的啥？你喜欢的衣服、裤子、鞋子。没空干。选好了，然后去官网上，你没网址，没网址我发给你。给个网址，我要衣服、裤子。你自己选好了告诉我 ，OK。多少件？啊，几件？不穿了。啊？几件？我说。哎，卡住了。卡住了。几件是吧？跟他们说。然后我发现。真服球啦。行吧。阿金哥，真卡了，我耳朵要炸了，你耳朵要炸了，炸了吗？你确定？差点就翻车了，要翻车了吗？这项羽还挺细的，勾他呀！现在铁钉风云送的海马，谢谢，谢谢你的海马。这样吧，你飘了，是不是我教的你的梦琴，你就飘了？是不是飘了、啊、你？我跟你们一起选，我也要选。你也有。我也要跟你们穿同款的武装。为啥？哦。你是说下个赛季吗？不是，我们现在选，年前就能拿到。哦。OK。嗯。飘凉了呀，这个就能咋说？哦，就衣服外套呗，外套有吗？不、哦，吓死我了。啊。多少？我起码你加个铁粉干啥？梦琪跟我学的零杠八，别扯！我梦琪就没打过零杠八。中路一波，一波啦！一波啦！你会当姐姐说，那都不用买衣服了，来低调。这正好玩，直接就莫名其妙一波了。直接衣服什么卫衣啊，我不换。官网上有货都可以。一会儿都可以啊。好，明天我们一起选。我是你大哥，请叫我大哥。你听不见吗？幼稚，成熟一点。是不是想被打啊？请叫我大哥。就九成都要叫我大哥，你还不配，老婆。有九成都得叫我大哥，你上个。
我尤其是你打到了，不玩水友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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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层他不服。反正至少每天要穿平的反正选啊。我不想穿。我喜欢阿迪达斯。有一套，有一套。我喜欢耐克、阿迪达斯。林子。嗯。衣服、裤子、鞋子，反正每天起码有一个立名的要亮相。我想要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我靠！我感觉听自己的声音听得挺爽的啊，听游戏声音刚刚好吧。你我送你。当你老啦。谢谢一拳超人送的一个甜蜜旅行，谢谢谢谢谢谢。甜蜜旅行是啥？现在呢？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人扣个字？扣字头呢？人家都叫你爸吗、哦？别吧。不跟我说，我都忘记了。创造快乐时光。行，谢谢一拳超人，谢谢。店员阿珂来给你往鞋子都买了。声音还要小，现在更大了。不是老师，听了听了。他直播叫我爸，我不敢。现在啊，我懂，我懂。哎呀，被你的大波秀了。现在真好玩，我没有卖啊，我就直接用了个手机，没有卖。那我先下楼。牧原又不在，我怎么干啊？要不来个养猪呗？谁来养我？啊、来个养猪。沈界的那个，来个人养我。就去对面偷猪了。QQ 去算了，好打电话再去。别做梦了。可以啊，不发了。行吧。他出了辅助装备。等我回家了再和他玩。不是，是这么没有觉悟的吗？这兄弟，别别小明了，我就玩船了。不想辅助是吧？谢谢美少女送的小心心。我养你好不好？来啊，来养我。还要是我来个养猪。还有我的兄弟，彪哥，你这XS Max 真漂亮啊！谢谢。你的叉也挺漂亮的。我去帮他。好酸啊，这个东西。这个兄弟是喝的我好，吃的我好难受。你不喜欢吃酸奶吧？忘本了，这个兄弟。我喜欢吃都没有芒果，干净不好玩。那我整个芒果干。行了，我昨天就是草莓干。菠萝干好吃。这个老铁没一点觉悟啊，源头啊。嗯。我要撞那个银阵，我要撞对面的银阵。发不了那谁。看见没？就这他六六六啊，老铁。偷懒又抢野。哎呦，六六六啊，这对象啊。哎呦。你的草莓干。当天把他先给捞了。草莓干。不要干太甜。哦哦，兄弟，粘球了，伤害咋这么高？你撞我，撞你啊，肯定撞你啊！哪家牛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喜欢吃牛啊。有一家。谢谢铁钉风吟送的跑车，谢谢。我只是一个 V 五，你看驾驶跑车去兜风。我不知道他伤害这么高。请你载我去兜风。山西太原，太原哦。不叫我的声音。我看他们谁没事没事。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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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意思呢？咋的？你是不服没？啊？你是不你的行吗？你是不服两呗？服了。服了，他服了我们两个。我在服曹子正 ，OK。那你很棒。我老死你，兄弟。今晚全是跑，他们要军训，我不要军训，我拒绝军训。消了吧，这个已经。我就说。有点装逼啊，这个游戏。消了吧，我靠，这都敢装。不是，再装逼是不是？花木兰打得过海吗？打得过啊，你搂他。打得过程咬金吗？打得过啊，搂他。确定。确定，你直接出拳输出上去就跟他磕。哦，直接他就秒死。哎呀，太累了。哎呦，累了，别人睡觉去了。我你鞋子都别输，再全输出。我感觉我能把这逼凯蹲死。哎呀，有点撑。我性格还是比较会安排生活的，干不动。那谁顶得住啊？看我来撞他们！我要来撞他们！我靠，斩杀666啊！看我这个老司机，老司机以来。谢谢大魔王李安平送的小星星，谢谢。直接撞他们！咋回事啊，刘双路？嗯哼嗯哼嗯哼，老司机以来。就是你！我靠，撸不过他呀！我咋撸不过他呀？因为你抠脚，别放他们俩，八个人打两个人，别这样啊！完全睡觉去了。开车绕水晶三圈，那都是小事儿。怎么可能？你干嘛？这个鱼在这很烦哎，能不能让我虞姬跟我让我跟虞姬一v一啊？星球不行，有驾照吗你？没有驾照。我操他妈，这还玩不玩了呀？没有驾照。我现在打得过那李信了，应该。待会就捞了。来，打得过吗？感觉有点悬。嗯哼，这鱼跟着他就很烦，都不。不过他应该打不死。现在对吧送的小星星，小星星。不是，我靠，打被抓了。很烦鱼。打叫兄弟了，这逼。说好了单挑呢。去死吧，兄弟。这鱼是真的烦啊！救一下你，没办法，救不了你了，兄弟，兄弟，他应该挺困的，救不了你了。你的意思是，就是以后所有人，然后必须都，就勾引一下你就上当啦。我就勾引一下这个虞姬就上当了。一个就是不管是上衣下一个裤子然后或者鞋子必须有一个是打他没撞到我吓一跳我以为这牛魔失误你这一顶这波失误没撞到嗯。王明月牛逼，一个打两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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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翻球，翻的要死。哦，为什么这个都拍不到啊？安静，性格不带啊，性格不带就安静一点。刚刚有人跟我说啥？看不见了。打他！没回成都，还在上海。明天回，明天回。貂蝉空二呢？今天晚上应该到成都。韩信真好。这啥意思啊？刚刚我们练习的。有十个半点。闪不了啊！刚站我屁股后面，闪也找不到他。给你打！还开大砍了我。你直接给他把卡都带下来。喊他啥意思啊？我都不太懂。喂，别跟我开复活，不用。凯哥，哎，点错了，点错装备了。把那个升级的还行。谁是凳子啊？捞你，兄弟！虞姬是凳子吗？来了，装逼装死了。凯哥是个混子。谢谢冰淇淋甜甜送的星星，星星送了一个星将，我想开他。哎呀，三段撞墙的呢，很难受啊！气势懂不懂？啥说明白？轻的唱一首你说的爱我，咋就把我卖了？咋就把我给卖了？什么意思啊？虞姬是凳子是吧？凳子猥琐死了！哇，这司马懿有点肥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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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的等一声说的爱。谢谢美少女送的爱你哟。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1900多吧，好像是。为什么这个鱼一直跟着他翻球？过来帮我！我去！你个韩信跑我是吧？是不是你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我感觉能蹲到鬼屋了。完全打不动是什么鬼啊？我靠！飘。刚刚看到我，哦，行吧。打不过啊。他那个治疗给他来一下吧，真难受啊！还是能受得了。他是不是出不来了？我没有出过，没有伤害有吗？撞他！
我要撞他，再拳叔叔直接给你秒喽！这些暖阳中的小心心，直接就给你秒喽！那不是 TS 的暖阳，老哥，你还不懂吗？感觉要捐掉了。有本事就让虞姬一个人过来对我。他想秒我，兄弟，哎，难道你还想闪现搞我？怎么回事啊？你老，谢谢暖阳送的小心心，我爱你哟。直接给你控死喽，小李白。哎，要两，哇，反正伤害有点高了。晚上好，谢谢暖阳送的爱你哟。谢谢天意送的建议魔戒，两球登粉。哇，人有点多啊！哎，好像要被一波了，我的天！啊，不会，貂蝉要复活？不是，差点五杀。嘿，晚上好。哎。这句话说的直播间叫啥？他就叫宁志啊。咋回事啊？这凳子怂死了。哎，别啊！谢谢。直接给你秒喽！哈哈，直接就给你秒球。谢谢你。性感宁志再见宠粉。整啥？还是三星好。我真宠你们，我真宠你们。哎。谢谢一圈超人送的跑车，谢谢。赢不了，怪谁？怪你。谢谢你的跑车。富华周杰伦是什么意思？凳子哭了。想着性感俊俊在线宠粉，别哭别哭，是不是我太宠你们了？你们都哭了。哎，就不应该那么宠你们是吧？你们都哭了。边野，我打野吧。哎呦，疼啊！小老弟，呜呜，疼死啦！怎么上路又没人啦？啥情况啊？你最喜欢玩哪个边路？我哪个边路都喜欢玩。算了吧，我玩边吧。没来求我呀？呜呜，开船喽！滴滴。不误、哦，哎呀，失误！失误！不是四个人追我，是啥意思啊？快跑！啥情况啊？难受！让这小李白给没杀了。对啊，就打比赛的时候严肃点，直播的时候就放轻松，跟你们逗逗你们嘛，是吧？还挺有意思的，是吧？该严肃的时候还是要严肃一点的，对吧？真的，baby， 有点啊，有点慢，还整一把，不整了吧？前两个人头，明天不知道。那我打野你辅助呗。我错啦，邓哥，邓哥。我错了，来个辅助呀！为什么不来个东？对啊，手机没电了，再打一把，打一把。小心心。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呜、哦，砍他，凯哥。有没有帮选呢？凳子把我杀了一声，凳子是真的猥琐啊！抢了一个人头，你是真的猥琐啊！我就下播去了。下播，下播，你要下播？我不玩辅助啊，有点累，坐车。坐车你累啥？你啥累的？我都不知道你哪累了，你就是个骗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人家说阿彪的嘴骗人的鬼。对啊，我直播头像一直用这个，很多人听说。变态，鱼打得过船吗？打得过啊，肯定。我这把要玩鱼。你会吗？不出辅助装的那种。你会吗？对。鱼带神符啊，七八七六四川十二六。啥呀？你他妈在那个调和那法师的那个。调和八十八。别扯了。是啊，我靠，我就在真在那的哈。心里的心。狗骗你。真在那套。嗯。啊，没人排队了。啊，捞货符文都不知道怎么来。会玩吗？会玩吗？会不会玩跟你有关系吗？你会玩游戏吗？呜呼呜！就我这宝马，就我这宝马，真快！谢谢九黎素啊送的海螺，谢谢。就我这宝马，哎，杀完人赶紧走。四球不是，回家。我靠，谁在打他？我还没知道他。烧的嘞！没事。就我这宝马，简直不要太快。你知道我的根？咋唱的？开宝马了，我来了，来了，撞他！撞你，那我就今天撞死你。附加险是吧？肯定啊。我靠。于叔那个法穿鞋，法穿鞋。塑身鞋了咋整啊？没做辅助装，我靠。你做法穿鞋。我操，猪也被劈了，这还玩还能玩吗？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你是。这凳子要被我吓死喽！背了吗？回去了，背了吗？他睡觉了。你是不是飘了鱼？他妈回家了。还谢谢你，等会儿就给你约打叉喽。干将咋回事儿啊？干将，他不敢。我抢到龙了！我这不天秀操作。但是你别杀我，我一个船居然抢到龙了，我去。李白我感觉在这儿啊，啊，这东东。哎，过来一个。嗯。这钩子真好玩的模子，我就赢他们了。凉球啦，浪死了，浪死了，浪死了，要输啦，要输啦！为啥这逼不来呀？主意是吧？空了一个钩了，看一下我这把能不能空了它。哇，两个钩了，看。要输了，哎，充我电，手机没电了。哎，还有苹果充电器吗？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看我的。哎，谢谢铁电风云送的跑车。好，你送的跑车，我这下开个船给你看一看。我这极速跑车，哎，没撞到人。咱不能够本局。余地先出啥？你第一站出那个回响，出回响，然后面具帽子，上个血高啊！鱼先出辅助啊，还是先出冰心啊？你出打啥位的辅助？打辅助出出拳法啊？辅助装啊！你他妈不要哪个辅助装？出你就出一个小的，到时候把它卖了。那就别出冰心呗。对啊，你出个小的就出冰心，然后把那个卖了，到时候。等他们有钱了。看不看？我要听到星星了。哎，没死过。哎呦，他闪现出去了。鱼，你别追我，行不行？我给你钱。啥捞啊？
我感觉这群糟老头子好点。还有点投降的，咋回事啊？没钱了，没钱了！我去，翻车啦！翻车啦！啥意思啊？难啊！你看在线成本。谢谢陆毅送的雪水晶石个星。没蓝真难受啊！对。三个队友在演我，是不是？是不是说好了的你们？你们是不是在演我？我们五个人打他的你，然后他对我不敢。你为什么每次激动的破音？我只想做我的梦，简直就是天秀啊！别唱啦，贼难听啊！我这不是天秀吗？是，你是天秀。不是这个人命都不要了，这样进去，快跑快跑！谁冒谁谁谁？在我对面就退了。哎呀，快跑快跑！哇、哦，闪现闪现！这啥意思啊？看一下带我玩啥、啊？跑了，好多人，我靠！搬个啥呢？搬个……我都不知道搬啥。烦死了，烦死了！随便搬一个吧。我想躺一。我是一只带线鱼。我靠，打起来了吗？我还以为是辅助。啥意思啊？直接就投降了。要渴死了，脑袋疼。难受，哎，给个龙头啊！我喝，难受。就我这上官秀儿，要不？联手上官秀儿。单杀。这个谁厉害？两小时了，我靠！我给你买糖浆啊。七个啦，这么多了吗？没交了，啥、哎、呀？不可能，没了。来，爆米花，整一点。还想背我？我是整号的。都不知道谁是鱼吗？阿姨扛住吧，我相信你坚持得住。哎靠！那猴哥是不是在我的控制下？他的动物上杀，不是我那个时机和判断那个反打能力。怎么样？买药买药买药！以前直接给你买药。害怕。直接买药。一波了。兄弟不出来了。哎。我电死你哦！请您禁用英雄。下播了，下播了。这是个颜值真高。就上过车的尽量让没有上过车的人玩一会儿，马上待会就没有时间了。完了完了完了，睡觉去了。
这又求我啥？当挺好的是吧？好了，你就休息会儿，吃点药休息会儿。我咋还不把狼给我？笨啊你！我不是找你妈来了，就你给我。哎呀，我操！我吃辣。我威胁你啥子了？我威胁你。肯定要吃辣啊！这个干将反正辅助。我吃辣怎么活啊？给我呀！这是一拳超人。以毒攻毒是真的有效。不，哎，什么辣一刀？这里有辣的。再来一刀。我上火，昨天吃了一点辣的，晚上跟九成，主要现在就快好了。以毒攻毒还是有点用的啊。为啥头像是女的？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我明天去吃烧烤。可以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回家喽。睡觉吗？是不是睡觉？祝大家新年快乐。终于有蓝了。还剩五秒。我刚肯定不是自拍啊，我喜欢吃火锅。拿完这个蓝之后，我就无敌了。这把赢了，这把肯定不会输。好久没玩马可了，来一把。谢谢皮卡丘送的安牛。这把赢了，这我一个大招刷上去，谢谢一拳超人送的，全得死。谢谢你。谢谢暖阳送的安妮。来到王者荣耀。知道又面对熊了。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折如百军。我能防，谢谢。再见喽。逆风起兵，最合适。没死过吧，小关羽？啥时候放假？一号吧。你真的是没死过。逆风起兵，最能得势。太牛！新安东路线哪儿？你毛线？那俩直接去吧。啥意思啊，这是？是啥意思？这个英雄组几来着？看看能不能抢到个蓝。转把缘分，张草飘落。刚在打。看看能不能抢到个蓝。爱买皮肤吗？不爱买。没抢到。要去军师，有可能吧。不可以，不可以。不知道，应该要回，应该回来军师吧。第三股数，三者兼备，然后为数。四级了，刷个大，好吧。肯定让你超厉害的，我不超。状态，状态。何为食人鱼？
无赖食人鱼。笔落西来抓人了。定三端之量，墨写清白，前六一尺二。笔锋起笔，最能得势。First blood。战场上，Come on come on， 一直来，你的爆笑声。你在你留下，这也是我个人耶。看不腻人腻人来耶，我妈耶，不能小白世界。小几点？啊，我就是不好意思把你下了，再把今天打给你的。明白人，一路向前飞驰。翻在月，也一波了，一波了，咋没意思？没有不理你们啊！勇的战场上，登场，眼中的爆笑声。你竟然来到我血你留下，对，这样子就留下这几句。死也死不可当耶。小白世界，这个大爷就这么想搞我吗？谢谢沙大圣的建议摩羯，谢谢。正在耶，哥，你为什么这么想杀我呢？我跟你有仇吗？谢沙大叔的建议摩羯，谢谢。凡在间，下得轻一点啊。是你想搞我。好了一路向前飞驰，翻转一圈。谢谢阿姨送来圣诞树，谢谢。有点痛啊，这皮小心。谢谢。不知道他应该也在直播吧？张扬我的身世。嘿嘿，这都是我的来，我要把他给秒了。哦，这么多人吗？一路向前飞着。据说凉不了。我给你囤着4000多，要送完了还要有2000多，这么多，这么多。谢谢一拳超人送的跑车，谢谢你的跑车，你送了好多个哦，你送了有
将近十个了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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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真秀啊我！凉了，哎，等一下吴涛，你原条单子，应该是吧？我这个上官秀儿是真的秀。不能摸了，再混个几分钟，补偿直接下播。上个单子应该是走光了。哎呀，一出出的鱼，哎，低调低调，好神秘。我是我，为什么每次我这边都有人啊？一直一直一个不能几一刀打不到一个人身上。现在蛋蛋送到选必须先。现在还唱歌？这么啥？给个红，大哥给个红呗。算了，不问他了，直接拿。直播直播没有空。明天也要直播，没有空。我操，这手游戏。给你们开，好好开一下我的群。直接就闪现啦，什么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非得让我秒你？虞姬也是想哭。明天不知道有没有空？明天五点钟的飞机呢？谢谢且听风吟送的甜蜜旅行，谢谢你的旅行。旅行了，走去旅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谢谢曹某送的礼物。曹某。卡个视野直接秒他。两球。怎么又来虞姬了呀？为什么又来人啦？好气呀、我每次打一套都打不上一个人的身上，每次都是两三个人在那里。旁边谁在唱歌？我也在唱歌，那个秃头也在唱歌。秃头抓我就赢了，那是不存在的。我不会，不会。你喊秃头，他不锤你吗？他肯定不敢锤我啊！他敢锤我，他不想在我这德云社混了是吧？哎，为啥一直失误了？凉了呀！诸葛亮要不来，这两个我都能秀死。你能别唱了吗？都是自己人。打对。想好一点，最后今天真的我是真心，虽然压力很大过。这曹德胜唱歌是真难听。听不见我，嘿，听不见来自即将都能打死你。等一下啊，我的奇迹再现呢。五杀有没有？真秀我。护花师的。
没有五杀，我去。操作僵硬。嘿，这可是我们跳舞的歌，我只会跳，不会唱。直接出暴力。分手的冷风，不准吹他喝，他那悠悠烟，我又对不住我。哇，我伤害好高啊！爱我吗？我伤害真的好高啊！笑你。哇，你们兄弟蛮精的。哎，朋友的酒是吧？真的，我伤害好高，别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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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肯定是我们里面的伤害。我去。昨日一去不复回。哦耶，开心什么头盔？不帅不能再收回。哦耶，哦耶，点了又玫瑰。人生苦短，总会有风雨来陪。潇潇洒洒不悔，既不醉不归，往事后不后悔，慢慢去体会，只有总有的杯酒最珍贵。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哎，我怎么这么痒啊？你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杯两口。理想改变了我们。九成什么鬼不知道啊，抽筋了估计。唐君龙啊，你这个傻逼呀、啊、别再和我在这跟我说话。你别把我吓死在天花板上喽。他唱的啥我也不知道啊，变态他可能是吧。哇哇，别瞄我。哦耶，我靠，他把我吓路酒杯。他妈的，他们打的是我。哇，你们这么多金身吗？我也管他昨天谁是谁，在原地。人生的旅途有苦有甜也有泪，好汉不提当年就再干一杯，往事绝不后悔，不必再理会，只跟朋友的杯酒最珍贵。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生要欢唱，理想改变。哎，谢谢玉泉超人送的跑车，谢谢玉泉超人，直接给我怼他。和你在一起，两个的，受不了桃子了。怎么我的蓝又木有了呀？袜子塞他嘴，过分了，直接说袜子塞你嘴。你听不见吗？啥？这就说袜子塞你嘴。木哥，我跟你说，我要唱英文歌了。2666。嘿。谢谢暖阳送的坚毅摩羯，谢谢。噔噔噔。哇！哇，这伤害有点高啊！小改改，不要杀我。我都要无敌了。小改改，
要输啦，真的要输啦，输啦。早上就推了，早上就推了。零车。哎呀，坐不动了。跟在一起，爱上了你。无敌了，没了，浪了。别吵我下路了，老哥。I will do nothing but for you。我撞墙了吗？干啥？现在有五个落单了，咋办？这打击伤害真高啊！他干啥？谢谢爱姨送的旋转木马，谢谢。谢谢暖阳送的阶梯摩羯，谢谢。Come on, baby！ 玩不了了，不是十一点半就没了吗？没了，快没了。找到刚刚那把打完再打一把的，现在偷的没时间打。找到就叫他们再推喽。谢谢暖阳送的爱牛，谢谢。I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哎，早上换个金身了，忘记换金身了，服务球。谢谢龙夫人。本人送的。谢谢九人的宝贝是七七，谢谢送的阶梯摩羯，谢谢。对啊，就换破甲。都说让你快闭嘴，常某。闭嘴。给我闭嘴。666，穿其他的牌子衣服还要罚款。666，别说了，我爱你。别说了，我爱你。我是叫他曹某，不是叫他曹总。你看我是叫他曹总的人吗？你看你不像。拦不了了，那个对战关闭了。废球。让九神夫三将皮肤呗，他不就是那个吗？拜拜拜拜。下球。明天回去有空再直播吧。886。晚安晚安，早点睡。睡着子。你别看你吗？
有你说话的份吗？这里你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你菜场吗？哎呀，啊，什么角色啊你？啊，什么角色啊？你在说这话？是不是没被打过啊？我去，精忠报国是吧？你什么角色啊？闭嘴！精忠报国，你会唱吗？有我不会唱的歌，但是兄弟，就算不会唱，我也得给他哼完。看一下出个啥，出个血书。也这么一把。学猫叫，我操，这个人。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龙龙下了，下呗。你不行，你看吗？你会唱吗？你会吗？我不会，不会就别听。跑得有点慢了。等等我，马上到。声音太大了，小朋友们，你倒是唱啊！等一下，给我酝酿一下。心似黄河水茫茫，儿时东飞尊，谁能相忘？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何惜百死保家国，人叹息真不语，血泪满眶。啊啊！嘿，请求集合。善书者，请一生之力送出。你恭喜你，最最厉害是你。哎呀，没意思，你给我下播。嗯嗯嗯嗯，又是啊，你没挨过打吧？伤害好高啊！你们都没挨过打，看见吗？我手机打土泡泡啊！旁边，右边。对，江夜十年这么跑的，我靠！去！我靠！哇！赶紧给他发个泡泡，赶紧给他蹭一下。哎呦！蹭泡泡是吧？发一个。谢谢大家这么投诉，别住，等俺送一下。我去，呜、哦、呜、哦，砍他！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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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了啊！我靠，你他妈贱逼货吧你！啊，拜拜。哎，咋回事？素质，感觉要输球啊！我感觉我。谢谢大家这么牛啊！拜拜。横如千里阵，折如百钧怒发。请求集合。陈总，在哪调啊？有方吗？进攻暴君。我感觉官网的东西都好丑啊。看有没有毛衣。队友跟我啊！别怕呀，这队友。哇，队友别怕呀，这样肯定输了。要输啦！为什么？好累啊！
陈总，啥标准？有啥标准啊？我点了，我选了，我咋买啊？要翻车喽！我咋发给你啊？小改改们，直接跟我冲啊！哎，不选了，报仇一次。直接跟我冲啊！冲呀！给我冲呀！哎，这都没连上。哎，咋回事啊？哇，这鱼有点凶啊！今晚你还和曹志顺锤吗？睡吗？今晚是都在一个房间。这伤害真实吗？太真实了。我去，打得我有点累啊。怎么这把打了三十分钟了？不现实啊。直接给我控死喽！我能投降吗？累死我了！谢谢益生菌和光明送的许愿水晶。哎呀，好累啊！直接躺着玩，躺着玩。弹幕看不了了，先等我躺一会儿。我也困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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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家里人都投降了，啥情况啊？烦死了！哎呦，这躺着玩。咋球回事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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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输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所有退路。第一用品，第二实事，第三果树，三者兼备，然后为输。善书者自有风骨。哎呀，就困死我了。还有一分钟吗？哦，这波 MVP 肯定是我的，直接切双 C。本家最不是本局最佳上官秀儿。为啥没连起来呢？本局最佳就是我了，赢了，累死我了，累死宝宝了。我去，49.2的输出，45万的伤害，我操！哎呀，都流眼泪了，眼睛。下次再带你们玩，好吧？好吧。哎呀，下了啊，下了啊！拜拜拜拜，给你们吐个泡吧。